那么接下来啊，要上场的是八仙过海战队的郭阳、郭亮，他们抽到的命题是话题女王。这个嘉宾是从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选秀节目《创作101》出道的。第一次跟女王合作，那必须得请。哎，我们得跟你的范儿一样。过奖。他的出现重新定义了很多审美的观点啊，人称社会菊姐。啊，我们有请郭阳、郭亮和他们的特别嘉宾王菊。菊，我们去彩排。你们手里握着的是重新定义中国第一女团的权利。哇 Hello 我很开心能够有一个这样子喜剧出舞台的尝试，感觉像以前学生时代演话剧。